我是刚刚一辆车长的1809年是2月，反正跟你说12月19号然后高雄站5:04手吧，这是318直角三线看后里的 U86 加868微笑好全的，在高雄站工地上面准备驶离，耶，真的跑来高雄了，我这个台北人跑来高雄就是为了铁道之旅。然后这次就不仔细的拍摄地下化，对啊，虽然说高雄的地下化跟松山台北真的是无法比拟，对啊，就是两个差别真的差太大，高雄的技术更现代的，又更近代的。好，刚刚这里就那，拜拜。现在在三块厝，三块厝快到了，三里厝这边到，三块厝快到了，我要聊了吧，这个三里厝，就那，拜拜。